ready.太极拳、太极剑的比赛中，唯一是武术比赛国际规则中允许配乐完成的，这也恰恰提高了太极拳的观赏性，给人美不胜收的感觉。 11号选手郭丽娟，来自印度尼西亚。
得分9.43分。Contestant number 11, Elle Litwell from Indonesia, scores 9.43.